才一降落，数百位疯狂的粉丝立即冲向出口，争先恐后的抢占有利位置，只为能最近距离的接触到偶像。一身运动装扮的言承旭才一现身，现场立刻呼声四起，而一旁的艾拉则略显尴尬，只能偶尔听到两声呼唤，且立刻被旭的呼声狂压下去。机场安保人员排起人墙阻挡粉丝的冲撞，但实则徒劳，言承旭被众人围在中间动弹不得，更有粉丝跪坐地上抱住他的腿或手不放，场面一度失控，甚至有粉丝经不住阵仗身体不适，只得退到一旁坐在地上休息。